中付出，慈爱是报恩，付出是感恩，用尊重心对待，不分别他你我，和谐聚笑爱，尊重成大生命，不再有阴霾。感恩是水，尊重是河，感恩尊重向世界洒满校长、四位副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康乐二校线上周会现在开始。首先，请各位肃立，唱国歌和周歌。
请同学们宣读国家原则和交通安全宣言。Up,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keluhuran perlembagaan,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信奉上苍，忠于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培养德行。Kami pengguna jalan raya berwawasan. Kami berikrar akan patuh kepada undang-undang. Akan mengutamakan keselamatan. Akan mempertingkatkan kemahiran. Akan menjaga tata tertib di jalan raya. Akan menjadi pengguna jalan raya yang berhemah. Up. 各位同学，本周的周会主题是静思语中的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由马碧鸾老师主讲。校长、副校长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今天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俗语说，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在默默地付出，做一件件的好事。有人捐钱给孤儿院，有人随手将零钱和发票放进捐款箱，有些人用行动去关心别人，有人会顺手将看见的垃圾拾起来丢进垃圾桶，也有人会主动扶起受伤的同学。不论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一块钱，亦或是举手之劳，也或是维系坚贞的友谊之情，全都能带给别人无比的温暖。做好事应是随时随地，没有地点也没有时间之分。而且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好事没有大小之分，就好像照耀万物之光，没有灯塔和蜡烛之别，举手之劳的好事也是善事一件。比如说残妇老人过马路，于公车上或火车上让位给老弱妇孺，随手捡垃圾，做好资源回收，教导别人做功课，这些日常举手之劳的小事也许不足挂齿，但却是一件好事。这件好事会让你终日欢喜，因为为善最乐。多做好事，世界就会更美好；常做坏事，社会就会更丑陋不堪。好事多做，不仅可以助人，使他人方便，或免于灾难，或避开损失；但坏事多做，不仅会危害他人，更会造成社会的损失，间接降低国家的竞争力。更何况朗朗上口的助人为快乐之本，救人一命胜造七成浮屠。做好事有这么多的好处，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何乐不为呢？好，同学们，现在老师要你们观看一个视频。坏事不能多我一人，口说好话，心想好意，手做好事，脚走好路。口说好话，心想好意，手做好事，脚走好路。
望同学们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多行善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好，谢谢大家，今天老师的静思语分享就到这里为止。谢谢主讲老师。接下来请张淑玲老师报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校长、副校长们，各位老师及同学们，今天是假期后网课的第一天，明天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中秋节了。中秋节是华族文化节日，关于中秋节的由来与传说，相信很多同学都知晓了。那么同学们是否知道马来西亚的中秋节庆祝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马来西亚的点蜡烛、提灯笼游行和中秋圆游会就是马来西亚的中秋节欢庆特色。中国朋友在过往的日子只有在春节才提灯笼呢。我的中国朋友上回在中秋节来拜访我时，看到我们提灯笼，还真的感觉有一点奇怪呢。月光会似乎离我很远了。记得小时候，爸爸会在每年的中秋节前夕带我去参加他学校的月光会。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惊呆了，从没看过如此壮观的一片光海呢。那时只有玻璃纸制作的灯笼，烛光透过玻璃纸发出的隐约光芒，与在手挥动木条时的闪烁烛光，把场地照射得如宝石般。这画面似乎已定格在我那几岁的脑海中。几十年的岁月中，记得参加过两次的圆游会吧。第一感觉就是人真多和眼花缭乱。父亲缺席了两次的圆游会，换上了先生与孩子，角色的转变让我有些茫然，但却让我更加珍惜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马来西亚的中秋圆游会最早发源自柔佛1986年第一届的新山中秋圆游会，更于1999年催生了万盏华灯庆中秋，并与之并驾齐驱，共同发展至今，从未间断。就算疫情肆虐，活动也持续线上进行。随着时间，这文化活动也在全国各地推展开来。每个年代的中秋节都有其流行的中秋歌曲，那个时候我最记得就是那首我百唱不厌、百听不厌的《船灯》。难以忘记丰富精彩的活动，除了舞狮舞龙、花车游行、猜灯谜，还有我国独有的24节令鼓表演。感谢马来西亚24节令鼓创办人陈辉崇老师和陈再藩老师在1988年共同创立，并于2009年成为马来西亚国家遗产项目。船灯这首歌曲告诉我们，民族文化的河流不论流向何方，流过漫长的黑夜，但总会有一盏盏灯火，勇敢坚强地承担起点燃一脉香火的使命，为的是让生命和血缘继续传承，为了留住我们不断延续的生命之根。每一盏灯都有燃烧自己的决心，
让优良的文化永续流传，世世代代。这两位就是二十四节令鼓创办人陈再藩和陈辉崇前辈，感谢他们披荆斩棘、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让身为马来西亚子民的我们能继续感受到中华文化之美。本校的二十四节令鼓队适逢在这个月七号庆祝创立二周年，祝愿本校二十四节令鼓队在未来的日子能愈打愈棒，愈战愈勇。辅导组也在上个星期发布了中秋节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 Padlet 活动，非常感谢有参与活动的老师及同学们。你们的参与让整个活动声色不少，彼此分享着最宝贵的祝福与最美好的照片。各式各样的灯笼，自己亲人或自己有一起制作的月饼，都是最珍贵的记忆。接着，康乐二校也会在今天下午推出猜灯谜比赛，欢迎全校的同学参加。最先成交而且是成绩最好的首100名同学将会得到神秘礼物一份，这份礼物将会在这一两个星期内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到这100名同学的家中，截止时间是明晚10时，任何逾期成交者将不会受理。请同学们把握明天的中秋节假期，好好加油哦。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同学们是否有听到钢琴的背景音乐呢？是的，那就是来自五 D 班的杨李宁同学为大家呈现的《城里的月光》，实在非常好听。Thank you.
接着就是来自六哀班的冯柔恩同学为我们呈现的一首歌曲《月亮圆》。现在的孩子不相信月亮的小白兔，红科与电脑使他们不再听古老屋的神话，那高楼大厦阻挡了古老的月亮，就趁这个季节让你的孩子知道古老的神话。同学们，中秋节的最终意义是珍惜眼前人，活在当下，把握现在。未来的事我们不必杞人忧天，只要做好准备，问心无愧，就接受结果吧。好好的与家人共度每一刻，把更多的美好留在记忆里，以后回想，你就知道你的这辈子值了。万里无云敬九州，醉团圆夜是中秋，祝各位中秋节快乐。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请蔡淑珍校长报告。康乐二校全体同仁大家好，同学们，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在异乡独自生活的人们常以月亮的圆比作家人团圆，来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的情感。在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中秋节便是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21年的中秋节在9月21日，农历8月15日，延续这个节日的传统，在中秋节时必定要做的三件事情，便是赏月、吃月饼、提灯笼游行。中秋节自古有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同学们，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在中秋佳节这天赏月吗？这是因为中秋之月，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又称8月15为团圆节。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圆、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乡的游子们更是以月来寄托深情。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月白，月是故乡明》，宋代的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千古的绝唱。吃月饼也是节日的另一个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月饼的制作从唐代以后越来越考究。苏东坡有诗写道：小饼如皎月，中有书和仪。清朝的杨光甫写道：月饼宝装桃肉馅，雪糕甜气蔗糖霜。看来当时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相近了。总而言之，中秋团圆、赏月及吃月饼之俗由来已久，随着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这个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流传至今，盛行不衰。但今年的中秋节又有什么不同呢？同学们，我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依然天天创新高，新冠疫情从春节到清明节再到中秋节依然围绕在我们身边凑热闹，越到中秋分外明，人民却在心慌忧疫情。所以在这个佳节，也别忘了防疫细节。但愿下一次过节，大家都可以真的快乐起来。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疫情下的中秋也可以很精彩。今年呢，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天涯共此时中秋节文化周活动目前已在马来西亚拉开序幕，此活动为期一个月。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将通过网络平台推出云演展、云讲座、云工作坊、云直播、云互动、云比赛等一批的这个内容丰富的线上文化与教育资源，与马来西亚的民众
共度中秋传统佳节。活动期间，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提供的主题活动资源也将在中心网络平台上线。经典画中秋，美食品中秋，音乐送中秋，诗画咏中秋，四大内容板块将通过虚拟的展览、短视频播放、线上音乐会、微课堂教学、互动体验等形式，展示中秋传统文化习俗和中国当代的发展面貌。希望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报名参加此项活动。中秋佳节团圆过，防疫工作要遵守，口罩洗手一样有，守护大马全民做。最后在此祝福康乐二小全体同仁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谢谢校长。周会已来到尾声，请各位肃立唱校歌。最后，请同学们念感恩词，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感恩老师的辛勤教导，感恩同学们的帮助和关心，感恩农夫的辛勤劳作和所有付出的人。周会结束，谢谢大家。